谢谢谢谢。问于老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赶上过80年代往下轰演员吗？我赶上过2回。嗯，天下什么最难？嗯，艺人最难。没错，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如此。其实我理解你们就是想听相声。对，花了钱了我会让你们听相声，但历史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差哪一个阶段它都不完美。这5分钟就这么难等吗？学生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的老少爷们儿、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您好。人心都是肉长的。排这场节目于老师好几宿都没睡觉，大家都一样颠沛着，哪儿多哪儿少，一点一点的来。希望让大家了解中国相声的发展史。是，其实我知道。今天在场几千人都愿意看。3-5个人不愿意看，他们挑唆着大伙儿闹。你敢站出来告诉我你是谁吗？再这么闹你就给我出去。别走，人家花钱了。今天台上台下没有外人，都是咱自己人。你们愿意听我就愿意说。是，我要不走你们谁也别走。一步一步的走到了今天，说句良心话，相声艺人挺难做的。是啊，他需要天赋，需要努力。想红还得需要机缘。说得不好观众骂街，说得好了同行骂街。好容易红了来帮人告你。咬着牙往前熬呗。作艺呗。也就是我们身后这些位汇聚成这句话。过日子。哎，就是都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寻衅出游，他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说宰相家里有一枚公鸡蛋，据说吃了这枚公鸡蛋能让皇帝长生不老。皇帝很高兴，命宰相呈上这枚公鸡蛋。宰相知道自己大祸临头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皇帝身边有一个人叫东方朔。东方朔说，万岁，小人要跟您请10个月的长假。皇帝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请10个月的长假呀？因为小人要回家生孩子。听到这儿，皇帝乐得前仰后合，天下哪有男人生孩子的道理呀？生孩子嘛，只有女人才能生得出来呀。东方朔说，万岁，既然您知道只有女人才能生孩子，那天下哪有公鸡下的蛋？区区几句笑话化解了大臣之间的党争，也给皇帝提了个醒。从那以后，皇帝就默许东方朔用讲笑话的方式参加国家大事的讨论。后来的相声艺人也把东方朔尊为祖师。说到相声真正的形成，还要说到中国的清代。最开始啊，是一个艺人讲故事，后来有了合作伙伴，就是2个人说笑话。当时的相声艺人主要活动在北京前门外的天桥一带。
也有幌子和招牌，银招牌银招牌不是滴着拉拉挂起来，这边写买一赠一大送彩，这边唱花欢迎各位您再来，是您也来我也来，大掌柜的您发财，这个您老发财我沾光啊，您吃饺子我喝汤，掌柜的我这给您请安了，您吉祥，您发财，您是财运福运一，您这得了，好，您好，您好，快走快走，哎好，您叫我走，是我就走，全来到大街口，杨哥，哎，过来，你来，去鼓楼大街多少钱？鼓楼啊，您给。六个大子儿，三个大子儿，太少了，回回手吧您。四个大子儿，走快点儿。得嘞，我可没时间跟你耽误。成。大爷，给点钱吧，好几天都没吃饭了。钱点儿。大爷，你给点儿钱吧，给点儿钱，一边待着去。是。大爷，您慢点儿。伙计，哎，咱们走着。好嘞，老哥，老哥，长哥，长哥，龙台问喜，月亮高飞，在下神算喜。哎呦，二位别忙，上演这位爷，瞧见了吗？这位爷是满面红光，有一副喜，我给您。连酒王你他妈都酒王，我不管。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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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百姓也不容易，别他妈骂街。哥，走着。出门没挑好日子，大早晨挨顿打。哎呦，都什么年月了，民不聊生啊，老百姓都要了饭了，衙门口还欺负人啊，尤其那帮当差的狗仗人势，吃人饭都不拉人屎，你问问他们当差的有准爹没有，呸，谁不说点错话呀，是不是？谁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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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咱是爸爸，那我是爸爸耶。说话，杨口真好，我也真疼个人爷，您慢走。我这不是吃老撑的吗？我摸剪子摸刀，摸。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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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来来了好几千人，今天这个没别的，我们哥几个平地口饼，对面拿贼，指着这儿吃，指着这儿喝啊！咱们让老少爷们得乐呵乐呵，哎，高兴高兴。咱们说两句，唱两句。哎，各位赏了钱来，咱们得买粥喝呀。那是啊，端起粥碗来，见不了各位您的好处，好不了啊！大爷，请一儿童太平处，住进门的姑娘想丈夫啊。比奴家我们大一岁，抱着个婴儿多么大的福啊！妈妈娘你好糊涂，哎呦，妈妈娘你好糊涂。戏院里那个妹妹比奴家我还小，去年腊月门子出啊！妈妈娘你好糊涂，哎呦，妈妈娘你好糊涂。北院里那个二大爷。比奴家我还小，不对了啊！二大爷比你还小，比我脚小啊！二大爷多脚，不像话是吧？对，比奴家我们不小，这就对了。去年六月把病除啊，妈妈娘你好糊涂！您打住吧，您啊，您唱着都不像话。哎，理儿不歪，笑不来。对了，这不老少爷们这都来了吗？啊，咱们得来个玩意儿啊，得高兴高兴。来，主席来了，来了，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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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啊？我呀，这不巧了吗？这是怎么着？这不巧了吗？这是这个，我也住前门大街呀、啊。你也住前门大街啊？我怎么没见过你？肯定出去的早啊，我回来的晚。哦，咱们组织买街坊。哦，哈、啊、哈。您住前门大街几号？我住前门大街一号。谁呀、啊？我呀。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这不巧了吗？这是怎么了？我也住前门大街一号。你也住前门大街？哎，我也住一号。我怎么没见过你？您出去的早啊，我回来的晚呀，咱不得摆街坊。我没见过。您住这一号南房还是北房啊？我住一南房。谁呀、啊？我呀。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怎么了？我也住南房。你也住南房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说了吧，您出去的早、啊，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摆街坊。住一屋都没见过。这个。您是平时住床啊，还是住炕啊？哎，这我得说说啊，腰不好。嗯，我在屋里排我炕，我住炕。谁呀、啊？我呀。这么巧了吗？这不是啊？这么巧了，这不是？怎么了？我也住炕上了。在一炕上都没见过。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摆街坊。是啊。嗯。哦、您平时铺一什么，盖一什么呀？啊，我铺一蓝褥子，盖一红被窝。谁呀、啊？我呀。这么巧了吗？这不是啊？吹蓝褥子盖一红被，咱俩一被窝我都没见过你、啊。
咱睡得早，我回来晚，咱得摆街坊。是啊，您平时跟谁睡呀、啊？我跟我媳妇睡呀、啊。这不巧了吗？墙高万丈，全靠朋友帮。哎，没别的，您哪位做个人中的领袖，将中的财源？哎，也不是八问八六弯六大骡子大马，人家有您没有，伸手一摸兜，撒花撩走就有了。不在，关起粥碗来念老少爷们的好说，错不了啊！费心了您嘞，费心费心。见您这是来吧，来吧，见您这是。你们谁来一个？来吧，你们这儿来，胖子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来。你在哪住啊？我？你什么意思你？这不假了吗？这不是什么假？我这，你别在这闹啊！不要跟你媳妇说，我玩去。想得美你！啊，没听说了。等，你不说那个了？别废话，可不能说那个。重新再说一个，重新来一个，咱们。这位老师，我认得您呐，谁认识我？您是一个说玩意儿的。哎，可不是吗？您叫什么？不知道我叫什么呀？啊，忘记了。这怎么玩意儿闹的？我孙子，姓孙，姓孙叫大孙孙。好好长孙是吧？我啊，什么叫大孙孙？叫什么？您好好讲。叫孙悦，孙悦，孙老师，说清楚是吧？这是清朝啊，大清朝啊，兵荒马乱的时候，您怎么胖成这样了？这不让衙门打的吗？啊！您看我们一个个，我们瘦的都成这样。您别费心啊，您哪儿瞧我的？反正您挺胖的。您甭说说，您说的也不错，是吗？啊，咱俩给大伙说个什么呀？哎，半天白说了是吧？说一个小故事。您什么故事啊？那天我看见他了，他在饭馆吃饭啊，他跟人家服务员要菜，要了花生米。叫做仨花生米，仨花生米，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就是它。花生米还来一全活儿啊，蒸一个，煮一个，炸一个，一不大会儿功夫，花生米上来了。哎呦喂！我是哪个？不到两口快瞧来，呼呼吹的过来了啊！何正军，看谁的，快叫我瞅瞅。出点差过来了，杀人了！快瞧瞧瞧瞧，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杀谁呀？这是十一月份。老少爷们儿先走一步了，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行啊，爷们儿，好汉，临上路来两嗓子吧，临了过过瘾。来呀、啊，来，你。你要干嘛呀？没我唱的好呢。那你来了呀？我来。将就烟白纸在举烟亭上。哈哈哈哈，还有话要说吗？二十年后又是一张好汉，好，活该兄弟，活该，真该呀，没白饶。哎，哎，别走啊！哎，我说，哎，我说，哎呀，这埋头了都，这砍头也不是那个时候，这梳子反号呢。呸！一会儿你们俩就死着了吗？揍死你！行行行，能有这样的吗？哎，别砍头了。让他坐死得了！怎么这么讨厌？坐在一块儿，马上就。哥，你来一个饶一个，还把咱买卖搅和了，哪儿的事？菜都走了。这高飞惹谁了？这说的是啊，好容易聚上点人来啊，这不大差的给搅和了，把打钱了，这怎么了？不过那第二个也该死啊！哎，第一个的不该死，就说是的呢。那咱们今儿来吧，来来来，各位老小爷们，来呀，这儿瞧戏好了啊！哎，待会儿。
是我们这儿也死一个啊！来，快全来啊！什么玩意儿的？来来来，有热闹的，有新人的啊！没别的，我们老少爷们儿脚站天前，全靠您各位帮衬着吃晚饭，那错不了。别看今儿人不多啊，都是仁义的君子，好汉呢。话又说回来了啊，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是吗？今天来的人不多，哦，是。各样的人物都是全的，还全的。今天你们这有一位啊，是这个王八。哎，他媳妇跟别人可不错。嚯，有人说这人是谁？找找。我现在不能说。为什么？人有脸，树有皮。我一说他死这犯谁的？他不要脸。别着急啊，他待不住。是他这就走。哦，他走了，我告诉你是谁。什么？干嘛呀？干嘛去？干嘛去？我走。没听他说吗？说什么了？谁走谁是这个。哟，那我可不能走了。反正我也是这，我走了。王先生，八爷，他自个儿说成。你叫他再挨着他啊，哪儿的事儿去？对，老少爷们儿 啊，咱们来好了吧，好吧。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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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家是有钱，对，真的，家里面是家财万贯。嗯，要说您家那房子呀，那可真好。您能给说说吗？当着我的面，我给您夸一夸。您得讲讲，沿着这房子，那真是远看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周。那您等会儿吧。啊，这是我们家这是缺斤过箩的。什么呀？我说什么了？我说你们家缺斤过箩吗？哦，我夸你们家宅子呢。嗯，门口四合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对过那就磨砖对缝八。路北楼有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女屏风，撒金钉四个斗幡，什么字？写的是贼行高照。我这精神不到学艺不好，没别的啊。您各位不养个鸟吗？不养个花吗？哎，您不养个蛐蛐，养个锅？哎，哎，怎么？你不回家了？还到家了，我媳妇不让进门，让我再出来溜达一圈。真孝顺，哎，您夸奖。各位闪开啊，王八来了，就是我。嗨，没别的，各位，您就拿我们当您跟前的欢喜虫。那就是，您不得买点小米吗？啊，您不得弄俩虫子吧？对对，鸟啊，没别的，各位，您呐。高抬贵不走啊，我们这儿可这是那砍头的回来了吧？头错了胎了，不能带了这来常客，这不行，您得给晕，这我晕了这个。哎哎，大姐，他谁大姐呢？我大妈，比我长得还老呢。哎，是呢，那个您高升一步，那边有戏棚子，爬胭脂抹粉啊，真刀真枪玩命，您上那边瞧瞧啊。玩命的不看，今儿就听你们这相声。哎呦，我跟您说，这个您可能是大概题没听人说过，说相声我们这都不说人话，别脏了您的耳朵。您高升一步，您那边啊。那怕什么的呀？听听你们到底能说出什么来？别，净听人家说了啊，说相声的逗乐。哎，我们还没听过呢。再告诉你，哎，这岁数，什么不知道啊？乖事儿，说你的。您像我们这老少爷们苦哈哈的，没有别的，指这块地挣钱吃饭。老说你废什么话呀？又不是不给你钱，又不给你，拿着花去。哎呦，你瞧见了吗？这是财是奶奶呀，带着钱来的。老话说得好，您是我们的人中领袖，将中魁元。哎，一只不动，百只不摇。您这一扔钱，跟前这些位爷都得扔钱。学您呢，端起粥碗来念人家的好处，错不了。这辈子大恩大德报不了您了。哟，下辈子啊，我变个小母鸡儿，我也报答您的恩情。这怎么办？也这么报我呀？哎，咱变个小母鸡儿怎么办？小母鸡儿就这么大哦，一天给您下三只蛋。哎呦，一只蛋一斤半，您看怎么样？哎呦，那还挺好。好是好啊。啊，哪有这么大的眼儿啊？
你看这可一看，哈哈到那边看着可是又开一刀。伙计，哎，咱也得小人一走道，咱们这么走有好处。什么好处？有多少虫子都放出去了，这能打了？来吧，来吧，来吧。小偷来了，来一个，给人卖卖力气说，卖卖力气，来一个呀，你来，我来，你这来，让你来，你还不来，我来，咱来一个，就该你了，等等呢，我在大街上看您一个拖东西的，是啊，哎呦，让您说，这个在哪儿的呢？啊，戴的帽子，帽子，您偷走了，不可能，您要上东西吗？帽子能偷走？确实偷走了，没有，可不是一般的帽子。吃过酱可不得啊，皇上家里的人那可是啊，我跟您说，说咱爷爷的是六字哦，正经瑞不祥的，是这鞋好家伙，正经的那人生的你瞧瞧，王爷都比不了，这爷您真有派，爷您看我们这边赏赏赏那边是干嘛的，我们这个瞧瞧瞧瞧瞧爷，跟您回啊，这说玩意儿，说相声，说相声的是什么东西啊？要不说相声的不是东西，对，他们那个说的挺可乐，咱瞧瞧，咱们听听，来来来，来哎，意思走，把这个帽子啊走过去，拿过来零点一秒，哦，啪，戴到自己的脑袋上，这就拿过来，那可不吗？人家怎么办？那边丢帽子了。扭头一瞧，他在说话呀，就是小偷先说话了，说什么？丢了吧？啊，丢了吧？是，这年头小偷太多了。对，你看我，拴个蛋。我们这儿谢谢您了啊，谢谢您，这不是端粥碗的事儿，咱们就吃肉了啊，吃啊，老爷子，哎，愿您子孙万代，多子多福，说什么呀？别说了，我是太监。如果说刚才的相声艺人生活的还不够悲惨的话，那么接下来大家要看到的就是相声艺人们为了挣一口吃饭的钱还要到妓院里去演出，为嫖客演出赚钱糊口。唉，在那个年代，尊严对于相声艺人们来说是一个奢侈品，而且太奢侈了。老实待着啊，别瞎跑，姑娘们出来见客了。您这买卖都够发达的，这买卖跑不了了。我都什么人物这都？这姑娘好像比你还难看呢，其实。什么模样这是？凭什么拿我比呀、啊？不是别的，你长得好看的，对不对？你问你说，咱俩谁好看？我好看，这不完了吗？你多好看的，没一个比我俊的。就是，还不如你。哎，瞎嘚的什么呢？点评点评，就是看看。别废话，哎，告诉你们，嗯，欺负，
行，七号伺候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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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灵点，行嘞，别得罪里边的爷。您放心，您费心了，您放心，谢谢爷，谢爷。七号，七号，这几号？这四号，四号，这儿呢，这儿，这儿呢，七号，你看，爷，说话音儿的到，我们能进去吗？都进来吧。爷都会什么呀？我们大小笑话我们会600多段。好，挨个说。挨个说。先说头一段。好好，头一段我比较拿手，学的最早。行行。我打算啊，请你吃饭，你看你愿意不愿意？我特别高兴啊！请你吃回好的。好，满汉全席，南北大菜。得了，请你吃的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留住，留。你怎么不说话？不是，这时候还没我的词儿呢。对，我要说话，我搅和我灭火去了。不行啊，说话，我说什么呀？随便说，得得得，好好好，说说说说，随便随便说，让说你就说，我可说了，你就说，别搅和去了。蒸羊羔，好；蒸熊掌，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好；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行。停停停停，大点声说。大点声，大点声，对对对，大点声。晾肉香肠，好；十锦酥盘，真熏；熏白肚，够吃了；蒸八宝粥，行；酱鸡酱鸭子，说了，说了，干脆来。停吗？停！跺着脚说，这玩意儿没有跺着脚说的呀，没这么来过。跺着脚，跺跺跺跺跺，一声不想跺了。一张米让让，好；块儿铁鸡，块儿八寸，好；十斤猴子鹅，行了；三斤兔脯，哎呦，连开一个巴掌说，哎好。白丸子，牛丸子，炸丸子，哎呦炸丸子，你都在这儿了。行，出了山海关，咱俩就算没事儿。那可不得让我跑啊！踏踏实实的，这不这几年攒的都带上了吗？咱回去好好过日子。爷，我就指望您了。放心啊！哎哎哎哎，说呀！这关丸子好够了，实在够了。卤猪鸭、酱鸡腊肉，大点声！熏鸡小大声！酱鸡香肠，我不挑，好够吃了。熏鸡白肚，别再说了。清蒸八宝粥，香米让鸭子，行行。二鸡块白笋，行了。十片卤子鹅，差不多了。山鸡兔脯，哎，海鳗金鱼，够了。清蒸哈什麻呀，真赞，还有不少。尖翻的活鲤鱼，板鸭。兔子鸡，请告诉我，胃肠气肚，好，胃难气，哎，多少海参里边还没这大小白菜，行，大吃朝天际，走，爱不吃的，走，请着吃走，好。哎，你们有病啊？没病，刚撒开了，这不是演说相声？没病在这干嘛呢？说相声呢？对，说相声又拍巴掌又跺脚，是啊，这不是爷让我们这么说的吗？对了，对。哪位爷啊？这七号爷。人呢？走了。姑娘呢？一块走的。哎，对。东西呢？都带走了。嘿，搭上这姑娘这月跑仨了。行，你们这叫串通一气，知道吗？不行，这您冤枉我们了啊。我们跟他不认识。甭废话、啊、你们俩留下一个顶缸。他还得留一个，你可对，把他留下，自己商量，把你留下，凭什么留我呀？你长得好看，我，你跟着，咱俩谁好看？我好看，留他。不，这就俩行业了，不是，就是你了，不是我，你走吧，我是男的，别废话，走啊，姑娘们出来见客啊！别别别，别别。我长得好看，
200多年的大清国呀，当年的金戈铁马荡然无存，在军阀混战的枪炮声中，大清国徐徐地落下了帷幕。在时代的变革面前，这些说相声的又能说些什么呢？哎，按说在这个乱糟糟的世道里，谁能管一帮说相声的说些什么呢？可是啊，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无论是官家巡警、老爷太太、地痞流氓，谁咳嗽一声都能让说相声的吃不了兜着走。哎，民国，民国，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茶馆里都贴着这样一条标语，那就是莫谈国事。小嘴儿白凤头，别提多是个玩意儿喽。嘿，我跟您说吧，三爷，您这个屁股也够沉的，好一坐坐这本钱啊！中国永定门，整赶过队伍，不有万八千人，好、啊、把我卡在那儿，足足戳了半天多呀！嗯、啊，不知道谁要打谁去喽。哎呦，你说呀，现在改朝换代了，按说呀，咱老百姓啊，应该过些好日子，消停消停。这天天呢，谁打谁呀都不知道。谁打谁呀？你打我、哎，我打你。打完老张打老李，反正是老百姓倒霉。嘿，我瞧这民国呀，还没有大清朝消停呢。我跟你说，这二位爷，莫谈国事。来，
这不是闲聊天吗？哎呀，我说爷，您少惹事儿吧。就这年头，您不知哪句说错了就捅娄子。哎呦，您瞧，说话还不让了。我爸爸打我生下有个嘴，除了吃喝就是说话。现在不让说了，那我也不能光吃光喝呀。咕噜咕噜的灌一肚子水，跟灌耗子洞似的，那能行吗？您说爷，今儿我找了趟唱小曲的啊，您听听玩意儿。有玩意儿啊？嘿，有玩意儿。听得怎么样？来，要行的话长期在这儿干好事儿啊。行吧，您呗，赶紧的吧。行了，坐下吧，赶紧的，英雄的大爷，您得着这个吧。哎，好啊，我长长眼。各位爷，小的我学艺不精，如果一会儿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有个崩瓜掉字儿的，您各位还多多担待。咱们闲话少说，您听玩意儿吧。玩意儿来。那昨日里阴天为水啊，没法除了水的河蚌儿晒在了沙滩，那白有就最后这三碗，要是不输呀，我还能落下去。我跟你说吧，我告诉你，没准你赢不下钱的。没那么个，哎，对面这黑大个旁边站着五六个人，你还记得？那能瞧见吗？知道他们是干嘛的？看场子的。那你想想，你要赢了钱了，人家让你走吗？哟，我知道了，拿那是一二爷的场子，那肯定走不了。可不，照你这么说，他还替咱哥俩打了一仗，那是输点就输点了。哎呀，是哎，掌柜的，水呢？倒水呀，别干聊啊！我跟你说，现在没什么可玩的，东西四北旁热场子，咱都玩过。要是说玩什么呀？哎，有今儿没明儿的。找点事儿干，我这摊儿要你进来。这是人喝的，别你换，你们小点声，我这听曲呢。你咋就会喊？我上高山，还看不见你。谁是大海？跟倒水，倒水，跟他水。倒倒水，倒水。高山乐，来这人。今儿出来开心的，跟他一起放不着。嚯，伙计，这什么水啊？白自来水喝的。那咱容易一些。今儿我怎么这么大？你看怎么了？这是。这叫什么水呀？这是人喝的茶呀吗？这是来混不如。玩去。好家伙，你说这破茶呀，见天还来？你们来这儿干嘛来呀？哎，我想起事儿了。什么事儿？听说这玉生楼新来一翠红不赖啊。谢，见天天你就这点，你还有点别的事儿吗？那长得漂亮吗？我听说还不赖。哎，掌柜的，哎，别让我们干了，来唱曲儿的来。你来唱曲儿的？刚才唱半天了，您二位连哪儿的都不给呀、啊？您这是唱的什么？你来昆曲，让爷爷看看。我就爱昆曲。你来昆曲，让您你来一个。下边伺候您的是这二黄。好嘞，来，听说您来昆曲。哟，完了。这岁数怎么这么大呀、啊？大年儿了，哎呀，这没法瞧你。哎呦，行，看唱的怎么样了？女老师扮老新娘，是嗨。行。别唱，
笨了。哎，别唱，这怎么呀？我也唱，兄弟。我说兄弟，兄弟来来来，死你！我告诉你吧，你怎么那么大屁？有的是兄弟，让人唱还唱。坐坐坐坐坐，老板，老板，老板，行了爷，看见了吗？我这兄弟今儿心情不好。你来，女的，你找一昆角好点的，你这哎，这个对不对？不会做买卖，你这下边是肉肉姑娘给您唱段京韵大鼓，鼓都上来了。哎，来来来，哎呦，哎，来来来来来，你这有大鼓，喝点喝点，你可是最得意大鼓，我告诉你，啊，你听听这个吧，嘿，你说，又起来了，你瞧瞧，这给我敲的，啊，嘿嘿嘿，嘿嘿。喝吐水都这么美，你看，哎呀，吐水都芙蓉一般。哎，你太会说话了，芙蓉姐姐一般，真不赖呀，哎，老七，你不没打没吵，我犯病了，我怎么了，老三，我犯病了，行，哎哎犯病了，犯病了，瞧见美女就犯病，没事没事没事。您认识不认识？认识啊，朋友这是。先请大夫，先请大夫。哎，来来，忙忙去。我这哎，没关系，这兄弟没毛病，我给他接了。哎呀，您真想得开呀，心态真好。来，先忙去，忙你们的，忙你们的，没事啊。赶紧相声呢，来呀，有相声啊，听相声，有听相声，没事，这个黄来了，来了，来相声，来相声，来来来来来，听听，哎，呵，这大放二放，有点意思啊，是，呵，听相声，老三啊，听完相声，我们二位，来来来，伺候几位爷一段，伺候几位爷，嗯，来，嗯，我们不知道您爱听什么，大小笑话我们也会好些段，哎，会不少啊，我们就给您说一段，说的好，给钱。这位，敢问您贵姓啊？啊，我姓孙呐，啊，姓孙啊。您是工长孙呢，是立早孙呢？哎，您认字儿啊？哎，赶紧，哎，别说了，别说了，穿官一日的，别说了，得了，你们俩，咱俩来来来。
怎么了您？跟我走一趟。啊，走一趟。我不是我们办什么事了？还他妈跟我费事？不是，别，我们就说相声。不是，怎么了？我们没说你们怎么着？您干嘛？今天啊，有什么事儿？我们局长他妈的生日，哎，找你们谈会。别骂人，您谈会我们去，您别骂人呢，这什么骂？您骂，我就是他妈的生日，这回是真死了。您说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局长的老太太过生日你敢不去，这本身就有罪。其实啊，这还不算欺负人。不信您再看看座谈会，艺人们更有一份罪要遭啊。六啊，爷，今天是老太太生日，是，东西都备齐了吗？都准备妥当了，是吗？是，那我请老太太，我是给您请去吧，给老太太请出来，得，您休息。老太太，来啦，妈哎，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啊。您上座，都给您备齐了。老太太，今天是您的寿诞之日，祝您福如东海，长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不老好的孩子有赏。好小子，待会儿去账房领五十个大子儿。谢谢。妈啊，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嗯，今天啊。我还给您准备了一台玩意儿。什么叫玩意儿啊？就是说相声唱大鼓的，逗乐的那个。对，快喊出来，我可喜欢这个了。给他们都叫进来吧。得嘞，门口的那些准备贺寿的都进来，就进来。局长，还有贺寿的呢。到齐了。恭喜。老太太呢？老太太上头坐着呢。哎呦妈呀！谢谢妈不合适，礼多人不怪嘛。局长，哎，谢，老太太没事吧？没事，好，吃完药了。老太太，谢，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唱完样的呢，快，哎，这唱完样的，快，
哎，你看见这俩说玩意儿的这个，我就想起赵参谋长来了。妈妈年轻的时候，赵参谋长可喜欢妈妈，天天搂着妈妈，就亲妈妈这个脸呐。说妈妈这个脸真嫩呐。哎呀，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爸爸呢，你爸爸要知道这个事儿。肯定不能跟我结婚。我跟你说啊，你说这个赵参谋不聊这个，不聊这个。那听玩意儿，好，听玩意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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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不好意思，这么大喜的日子。这个赵参谋长好啊。哎，赵参谋长好，太赵参谋长不错，太好了。老太太喜欢赵参谋长。我行，过什么呢？瞎说什么玩意儿？就捧赵参谋长吗？不用你捧。用你捧啊！啊，行，别胡说啊！妈，赵参谋长那孙子，我跟你说，太凶了，玩意儿了，就这我都没。把你舌头拧下来！怎么了，孩子？那什么？赵参谋长对妈可好了，就爱亲妈妈这个右脸，说妈妈这个脸这个嫩呐。我跟你说呀，妈，人都不好意思。哎呀，真嫩呐！我跟你说，孩子，妈呀，听妈跟你说，哎，你给我留点脸吧，你。怎么了，孩子？那是怎么了？别哭，别哭，别哭！这怎么了？谁来了？谁来了？这是？哎，这怎么？起开！接委任令，北平市警察厅委任状，自委任李富贵先生为北平市第二警察局局长，即日起上任。民国28年5月13日。怎么个意思？捣乱是吗？没听明白呀、啊？干嘛呢？从现在开始，我是新局长了。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你怎么就得知道？没听见媒体报道啊？咱们都别理他啊！你们这干嘛呢？哎，别拿我的东西啊！我们这这有什么办法呢？这想什么办法呢？这小妞啊，怎么我找不着啊？我说呢，参谋长，赵参谋长，你这个死鬼，我说你哪儿去了？老点难听点，我认了。死鬼，走吧。好说。少爷，您瞧见没有啊？这是我亲爸爸，您走吧，少爷。报告局长，警察局忙活办事，给您报告。报告局长，给您报道，给您报道。原职不变。谢谢局长。各位弟兄，兄弟蒙大总统的栽培，委任北平警察局局长。从今天开始，咱们亲如一家，好吧？好，各位多辛苦。新局长到喽。接委任状，北平市警察厅委任状，兹委任李大壮先生为北平市第二警察局局长，即日起上任。民国28年5月13日。各位请便吧。他跟你这一样。我问了 啊，喂，怎么回事？现在我是谢局长了。我们可花钱了。我也花钱了。我们花的可不少啊。我花的也不少啊。那就完了呗。那咱就不干了。嗨，兵荒马乱的，大总统一天换四个，何况警察局长啊。那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呀。那怎么办呢？干嘛去啊？咱们找着还有赵参谋吗？跟咱走啊？这没有。没有啊？没有了，赵参谋长不走了。那就拉倒了呗。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那想干也干不了了呗。那咱干什么去啊？那咱上天桥说相声去吧。咱俩说相声去。嗨，这个年头说相声跟当局长没什么区别。是吗？走吧，试试去。走吧。
两位辛苦，辛苦，咱们一块儿吧，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报告局长，警察局副官我摆事给您报道。报告局长，小李子给您报道，给您报道。原址不变，谢谢局长，谢谢局长。不管局长什么吩咐，前后门上锁。为什么呀？可千万别再来接局长了。人民，人民终于当家做了主人。新的社会，新的世界，中国人觉得连自己都是新的。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天是蓝的，心是红的。在改天换地的变革当中，相声演员们又何去何从呢？以侯宝林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有思想的先进艺人们成立了相声改进小组，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歌颂新时代劳动人民、批判旧社会剥削压迫的新相声，使相声从街边走进了大剧场，登上了大舞台。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曲艺界也加入了祖国慰问团，慰问前方最可爱的人。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党中央一声令下，无数志愿军战士英勇赴朝，他们不畏牺牲，流血流汗，我们后方文艺战士也不能落后。现在我宣布赴朝文艺慰问团誓师演出正式开始。第一个节目，请大家欣赏相声《社会主义好》，表演者高丰满、栾富贵。作为一名光荣的复仇慰问团的成员，心里是特别的骄傲。您说的太对了。作为一名复仇慰问团的成员啊，要求脑筋得格外的灵活。哎，我脑筋就灵活。我说一个谜语，你猜一猜。我欢迎啊。说是穷人翻身，猜一个人名。这个甭耽误功夫，猜不着。告诉你，您说是咱们朝鲜的民族英雄金日成将军。怎么是金日成将军呢？您想啊，穷人翻身到今日才成。嘿，这不是金日成吗？还真有你的。你说一个。我说一您猜猜。好，就俩字儿。是橱柜。猜不着。猜不着。对，这也是一人名。谁？是个大走狗，叫李成晚。怎么是李成晚呢？您琢磨，橱柜里边不是成晚吗？没有把尿盆搁橱柜里头的，多新鲜。好，我再说一个啊。您说一个。说一句话，你猜一部电影。好。说是你爸爸没走过运，猜一部电影。这是哪部片子呀？我这一辈子。您这可有点讨厌了。怎么呢？有好的没有？有好的咱说。说一个好的你猜猜。哎，猜完了咱赶紧赴朝慰问去。太对了。说啊，二人见面双鞠躬，七个字，您猜一个字。我琢磨琢磨。猜着算您赢。哦，
二人见面双鞠躬，你好，我好。哎，我猜着了，什么字？这字念好不念好？念好不念好？咱干脆这样走，怎么办？在这儿表演表演。怎么表演？这儿好比马路，对，咱俩一见面一鞠躬，说出这好字就算输，要不说好呢算赢吗？开始，来，鞠躬。你好。你输了。伯伯，我怎么输了？说好就算输啊？不，得打你嘴里说出好来才算输。再来。你好。还那样。你好还那样。您父亲倒好，种地呢。哎，你们家不是没有地吗？这要感谢共产党土地改革分的地。您母亲倒好，做工呢。做什么的？做鞋。那甭问呀，做的鞋准比买来的鞋结实。您哥哥倒好，参军了，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太好了。您姐姐倒好，嫁人了。那边是干什么的？做买卖的。那甭问，这买卖越做越红火。嘿啊，您妹妹倒好，上学呢。嚯，您家工农兵学商都占全了。对，这要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您家准是越来越好喽。该非常感谢两位，一段相声激发了我们抗美的热情。现在我正式宣布誓师大会正式开始。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上级首长为了鼓励我们赴朝，特地从前线派来两位同志来迎接我们，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最可爱的人。今天我们人民的艺术家就要去朝鲜战场了。朝鲜战场那些个战士们正和美帝国主义做着英勇而顽强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会取得最好的胜利。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送我们这些人民的艺术家。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走进了那个红旗漫天、口号遍地的年代，相声这种形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对口词三句半。
社会主义制度好。提气。哎呦，转！哎呦，好！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祖国山河战旗飘扬，何为小将斗志昂扬。毛泽东思想是最强大的武器，毛泽东思想是胜利的方向。领着他，我们打下了江山。领着他，我们立下了坚强。领着他，人民心存胆量。凭着他，我们破四旧。凭着他，自信旗帜扬。凭着他，凭着他，把一切害人仇全扫光。立正，站位，箱子响有钟，好不好？人们压抑了十年，终于可以放声大笑了。很多批判四人帮的作品让当时的观众乐得前仰后合。如果相声这样发展下去，前景将是十分光明。可时代跟相声演员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80年代中国打开了国门，喇叭裤、黑墨镜、迪斯科、录音机，在中国人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一股脑的出现在了中国人的面前。新的娱乐方式，新的多元化，对相声的冲击很大。人们越来越觉得相声不可乐了，就连说相声的也再也不想干下去了。你行吗？什么叫行吗？专门练琴的时候，你们指定在打转筋呢。玩儿去吧，有空跟我练摊去，一天一张大团结怎么样？这叫艺术？什么艺术？拉倒吧！玩去吧你啊！咱两里他，咱见。好，两里他，两里还练着呢，练着呢。听我的，坚持住了。怎么样？照这样用不了多久，我就万事不肥。我呀，怎么的呀？这墨镜怎么样？这叫什么玩意儿？看歌呗，康宁牌的，谢谢谢。哎，瞧这头躺着，哼！看我这怎么样？费翔咋样？我咋样？这就不要脸了，你这。香呢？你看，哎呦，怎么样？造型？哎，这裤子这线，甭说那，看咱这正经外貌服装。接了，咱这裤子正经好料的，是吗？把香港哥们捎过来，来，得了，得了，得了，面口的改的呗，不信，他不信。我说你今儿吃不干净东西了是吧？那怎么了？甭了，咱不是来看演出来的吗？是啊，
半天了。哎，我听说人给咱送票来呢，人怎么没来？那人呢？哎，谁送来啊？谁来呀、啊？这送票的人来了都。对呀、啊。干嘛呢？干嘛呢？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好，欢迎您观看我们今晚的文艺节目。我代表我们今晚演出的全体工作人员，对您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我们今晚的节目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好，下面我们的演出正式开始。第一个节目，传统相声《拴娃娃》，原景王建国、李跃进。说啥呀？这俩人？说上一段呢，传统的相声就听了。这个节目还真不错，是是我哇，最新的八集，但是收看不少，这还是不错的。谢谢大家，谢谢。是一个好节目，说他们家认识谢谢，谢谢。下面请听女生独唱《甜蜜蜜》，选者王双霞。就没有相声喽。哎，2005年我认识了个人，周末常混在北京的南城，他在茶馆里
说他的相声，现在的他是最火的老人。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我叫郭德纲。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2005年，一个相声艺人在天桥这个地方让观众朋友们发自肺腑的乐了个够。2005年，一个相声艺人在天桥这个地方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相声。2005年，一个相声艺人在天桥这个地方让人觉得相声还有希望。他的名字叫郭德纲。